太高兴了，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，太意外了。哎，你说咱俩每天开着车啊，在这城市里转，什么人没见过？每个人都为了得到更多的东西，疲于奔命，表面上都挺好的，其实内心啊，还挺真诚的。你看彪子他们，还有这车主，送过去的钱愣能给你还回来，绝了！我跟你说，今天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。之前呢，我就觉得这人活在这世界上，太麻烦，太累了。就像我吧啊，之前要不然就是收到假钞了，要不然呢就被乘客给投诉到公司了，再不然呢意外怀孕了，一怀还怀俩，从来没撞过车，撞一车还撞一豪车，还被人给讹上了。你说我倒霉不倒霉？我觉得这生活怎么这么苦闷呀？不过现在想想，其实麻烦也算不了什么，都会峰回路转，山花烂漫。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，还会给你打开一扇窗。麻烦其实就是天使。行啊，祥子，你现在快成哲学家了。那是必须的。哎呦，哎，你说的也是啊。所以呢，以后咱俩别总是埋怨，也别总是抱怨。麻烦不可怕，麻烦天天有，天使就在身边。你眼中冰冷的城市，其实就是天使的城。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座城市里。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。请你听我说完三点。第一，我要收回之前说过的所有不尊重你的话。用不着。第二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绝对没有半点戏弄你的意思。别跟着我。第三，让开。我爱你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很认真的追你。我说认真的，赵松煌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喂，我会在这等你，直到你相信我是认真的为止。
老土吗？我没觉得呀。我就想让你知道。知道什么？接纳我吧。进来。嘿。快把身体擦干，把我地上弄湿了。哟，江水都给我准备好了。不用谢，我是怕你病入膏肓，讹我。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妈走的那个早晨？记得。现在我觉得，我如果当时再坚持一点，再努力一点，她就不会走。都过去了，过去的事情我们无法左右，但是面对现在，面对眼前人，我会全力以赴，绝不放手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在这里等我。是你给我打电话的？你就是张征？是啊。你说吧，你都知道了什么？你要多少钱？一个女人值多少钱？一个孩子值多少钱？是关莎莎叫你来的？你别管，谁让我来的。我告诉你，整件事情已经结束了。如果他再继续纠缠，结果是对彼此都不利。张征，听清楚了吗？整件事情已经结束了。你个混蛋！喂，什么？好，好，你先别紧张，我现在就过来啊！啊，等我，拜拜。大哥，你看看，我是挨打的。你们这么多人打人家一个老人家合适吗？
关莎莎，这次他，他算是打错人了。我不追究，但我告诉你，要是再纠缠段誉，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告诉那个混蛋，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。那最好。站住！你活该被打，打得好。啊，你是？对不起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我是关山的闺女，我爸在哪儿啊？在里边。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虽然你父亲也受了伤，但是是你父亲先动的手，好在对方放弃追究责任，回去好好劝劝老爷子，遇到矛盾别这么冲动，和平解决嘛。知道了，谢谢。进去吧。你还以为你自己年轻呢啊？跟他们打，我是气不过。小菊啊，他们这么多人打你爸一个人啊？那小子我还没让他占到便宜，他硬是吃了我几句老拳啊。谁让你为我出头了？哎呀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你爸是为你出气啊！你们还嫌我的麻烦不够多吗？你怎么那么说话呢？啊，要是没有你爸，你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？是，我要知道这个世界是这样的，我都不会来。我是不想让人欺负你。那你早干嘛去了？你打人都打错了，你打的什么呀？那他是……我的事以后你们少管。行了，处理完了吧。小菊，你还是把孩子生下来吧。孩子，你和你妈，还有我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以后，爸爸再也不许任何人欺负你。我跟祥子商量过了，这俩孩子我们决定生下来。80平米，对咱们家挺重要的。祥子，那你的意思是？80平米的，真挺重要的。爽跟祥子，本来是一直要做丁克的。自由自在的，也不想被世俗的生活套牢。可是现在说什么也没用，做了这么个决定，这哪儿要孩子呀？这就是要房子。我这当大哥的，这是对不起爽，也对不起祥。哎，天气预报有暴雨，你还去啊？下雨才好啊。哎呦，你们别听我哥的，我之前不是也说要这孩子吗？双胞胎多难得呀，等将来我这孩子生出来，我带着他们两个人，我们一家四口去旅行，那多带劲呀！我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，呀咿呀咿得哟。高兴点儿，80平米，想想就带劲，是吧，嫂子？哼。师傅您好，去广播电台。哎呀，这儿实在是太难打车了，我在那儿站半小时，就一辆车没有，幸亏碰上您了。我怎么听你声音那么耳熟啊？各位还在路上辛苦奔波的司机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一路有你。
你是那个主持人彤彤是吧？哎呦，我今儿见着活的了啊！你是那个……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你看我这说话都没把门的。我是说这个939的一路有你著名主持人彤彤，我今天算是见着人了。我一直听你的节目，真的，谢谢您听我们节目。这么晚还去啊？够辛苦的了。其实比起我们，你们更辛苦。我们这下了班就能回家睡觉了，你们还一直在路上跑着呢。是啊，我们这帮干出租的可不就是这样吗？你说开错个路啊，他就说你绕道；交接班的时候呢，他说你拒载；话一多嫌贫，不说话吧还嫌你服务不好。哎，我吐槽啊，吐槽。其实啊，咱们都是服务行业，你们呢为乘客服务，我们是为听众服务，将心比心，彼此理解就好了。你看这主持人说话就是不一样，妙语连珠，出口成章。哎呀，其实你们的语言才是来源于生活呢。我们主持节目的时候还想学习你们的语言风格呢，觉得你们这样说话更亲切接地气。同意，点100个赞啊。你要是有那个微博什么的，我们给你们去评论评论，增加点点击率啊。行，谢谢啊。我们啊，出租车司机就两大特点，一个呢是开车技术好，二一个呢就是嘴皮子利落，说个单口相声绝对没问题。我们公司啊有几块料，那嘴皮子绝了。真的？那下次我们做节目，邀请他们去来当嘉宾，锦上添花。没问题啊，我就爱干锦上添花的事情，雪中送炭也行。给你一张我的名片，以后上下班不方便，给我打电话，我来接你。李飞翔，李师傅。谢谢李师傅，别客气，为人民服务啊！到了，到了，多少钱？别跟我提钱！哎，别呀，那多不好意思呀！对，多少钱？不是，你啊，给我签个名行吗？别，下回再说，好吧？别跟我客气了啊！哎，拿着这个得跟他们显摆好几天呢。行，那谢谢你啊，李师傅。别客气了，啊，走了。谢谢李师傅啊，您慢点开，注意安全。刚才雨还挺大，开到南城不下了。哎，师傅，这是谁的钱包？还有一把雨伞。哟。哦，这个是那个主持人的，听过一路有你吗？听过。主持人彤彤，就他的，刚才给我签名来着呢，一会儿我给他送过去。哎，您好。哎，你好先生，请问找哪位？我找你们主持人彤彤。啊，彤彤，有人找。来。哎。哎呀，你的那个，谢谢谢谢，钱包跟雨伞。正要给您打电话呢，你看看少没少东西啊？不用，主要是我这个钱包里好多那个卡、证件什么的。李师傅，那个这个您拿着，谢谢您。这什么意思呀？举手之劳。您这跑一趟肯定白跑了，也没挣着钱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我要真是为了钱啊，我不就不来了吗？哎，李师傅，那您总得让我谢谢您吧？真不用。哎，不行，我就非得谢谢您。不是。要不你带我参观参观你们广播台，反正我也没来过。啊，行，没问题，正好我要录节目了。来，那个丽丽，帮我收一下啊。谢谢各位。来，走。来参观一下，这是我平时工作的地方，这是工作台，这是采音设备、监听设备。哦，还行吧。哎，您坐，挺高兴，坐在这儿。彤彤，哎，我们倒计时30秒。好，您先坐着。哎。哟，这对面还有人呢，我们的导播。10 9 8 7 6 5 4 3 2。
昨天，好，昨天晚上下雨了吧？是不是活泼拉呀？赚多少钱啊？你自己看吧。哎，你不吃早饭了？我不吃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不吃早点，容易得胆结石。胆结石？我都快脑结石了。就挣这么点儿啊！天哪，这离份子钱差远了啊！你可是没达成指标。哎，你怎么不脱衣服就睡觉？多脏啊！我瞧你累得跟个三孙子似的，下午还能送水吗？行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杯子都没拿回来呀！一天到晚马马虎虎的。那个，过两天我该产检了，你陪我一块儿去啊。我睡着了，什么也听不见。这玉本听见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起来了，来来来，正好趁热。哎呀，快快快，来坐，坐吧。哎呀，是这样。我回家之后呢，发现我充电器忘拿了，所以就回来取充电器。这不正好周末嘛，我也没事儿，就给你做这个早餐面包。哎，你尝尝。这可你最爱吃的。怎么样？跟以前一样。一样就好。离婚这事儿。咱们两个做的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？其实这些天我想了很多，我觉得我们俩不应该放弃这段感情，我们还是应该可以从头再来。这早餐跟以前一样，但这破碎的婚姻是没有办法挽回的。你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俩彼此？不是我不愿意，我这阵子下班以后回家，看到这空荡荡的房子，我也有这个念头。我也想回家，房子是暖的，灯是亮的，但重新开始，这结果还是会一样的，这问题还是会存在。而且这个问题是我们怎么努力也解决不了的。孩子的问题我已经跟我妈说清楚了，这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。曹明达，你听我说，苏涵，你真的不用着急回答我，你得好好想一想，好吗？我已经逼着我自己往前走了，你也应该这样。你也应该去过你新的生活。我吃不下了，你走之前把钥匙留下吧。
然后把你对这个家的记忆也带走吧。怎么了？快点起来！那个报销说了，那家具城今天最后一天搞活动呢，咱给孩子买床去。哎呦妈，吓死我了！你，哎呦，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哎，都大中午了，快点起来呀、啊、你！哎，不就是买个床吗？孩子还没出生呢，太早了吧？早？这一转眼孩子可就生了，这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那哪也不得提前准备呀？再说那个家具城呀，现在搞活动呢，价钱便宜不少呢。你先出去吧，我缓一会儿就过来啊。嗯，麻利着啊，快点啊。哦，我知道，知道。哎呀，哦，啊，天气干，多吃点水果。我这就走。进来吧。哎，一会儿就走。我听我妈说，乐队又组建起来了，还租了个排练厅。对，现在每天都排练。你要有时间就来看看吧。嗯，那就明天。明天你有时间吗？我看情况吧，我要有时间就去。好。小菊啊，爸昨天一晚没有睡，想了很久。你还是把孩子生下来吧。我去上会儿网，你再坐会儿。我也走了。明天。明天见吧。地址是？我妈告诉我了。哦，多吃点水果吧。这
忍着啊，妈。这要不揉开了，明天还得疼。爸，你喝点水啊。你们家这祥子也忒不靠谱了吧？怎么拿老太太跟老头开涮呢？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他是真的跟你们没打招呼就走了？可不是嘛。我和你爸呀，这家具城转了好几圈了。等他回来，我好好收拾他。他不愿意出钱，我们出；他不愿意出力，我们抬。就这么一声不吭溜了。早知道不让他去了。爸妈，你们消消气。以后啊，再有这事儿呢，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开车拉你们去。你真拿自己当铁姑娘呢啊？啥事儿都你自己干是吧？哎呦，你轻点儿，你闹重了，这二次伤害这是。哎，对了妈，今儿个您都这样了，明儿您还去小商店吗？你觉得我妈要这样了，明天能去小商店吗？啊，还不得歇一天呀？哎，我瞧瞧这床，哎，这床不错哈，挺好的，上下铺吧，这是。哎嘿，别睡了，别睡了啊，下班了。这是家具城，不是你们家，快走吧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床怎么着？爸妈回来，你没回来呢？我太困了，睡着了。宇飞翔，你有病吧？爸妈那么大岁数陪你去买婴儿床，你睡着了，谁信呢？真能撒谎，太过分了！我发现你这人就是太自私了，你就是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一天到晚就想着自己玩，自己高兴。你嘴上说同意，心里根本就不这么想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已经决定了。这孩子我要定了，咱们生吧。我会尽力做一个好父亲的。你现在干嘛去？出车啊。那你回来干嘛呀？就是回来告诉你。最近是不是特别累啊？我看你都瘦了。其实呢，今天这顿晚饭所有的菜是我专门为你设计的，高蛋白、高纤维、低脂肪、低热量，好吃营养还不长胖。谢谢啊，不过就是太贵了，让你破费。哎，良辰美景，能不能不要提钱的事儿？啥风景？是，知道的你是高富帅，但不知道的人呢？以为你用公款吃喝呢，赵大律师，你能不能有一天不损这买单做东的人？万一你哪天把我说急了，我摔东西走人怎么办？如果你认为你的信誉只值这餐饭的话，那你就走吧，反正这单我还是买得起的。哎，你去哪里啊？洗手间啊。
明天是周六，该我约苏华了，别跟我抢。你刚才电话响了。哦。继续，还不要再吃点什么？不用了。那甜点吧。吃饱了。我记着您跟我说过，您这车是24小时值班的，是吧？那您那个方便现在来电台接我一下吗？不远，马上就到啊，你等着吧。好嘞。李师傅，您来的还真挺快的啊。晚上也没什么车。这么晚了，您也不回家休息啊？我跟我媳妇儿倒班开车，她开白天，我开晚上。我听您这么说，想起来一个美国电影，叫《英狼传奇》，您看过吗？没有。那电影说的是有一对情侣，晚上男的变成狼，女的白天变成鹰，反正这俩人吧，都不是人。李师傅，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没有。嗯，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？没什么不顺心的事儿。我媳妇儿怀孕了。嫂子怀孕了？嗯。那这是喜事儿啊。对有的人来说是喜事儿，可是我还没有做好当爹的准备。经过了多少沧桑？